哟，我们拿的一血啊，我们只有三个人还能拿一血，看来有高手嘛。这螳螂是个高手。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漂亮，退役留了一手被动，抢了一手三人头啊，三伯。嗯，可以。哎，这个杰斯好像我能杀。哎呀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涛涛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兄弟，你杀不了我，也杀不了你，好吧？哎，我混了两个头，可以。有点肥。这艾希是个辅助。600。可以，梦幻开局，你回不去，兄弟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呦哎呦呦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兄弟，还打还打还打，哎，还打还打。我摸他一下，他这么，我二姐，你能不能给点面子？怎么是你压我？这个人好强势，我血没补上来，他有点强势啊，不着急，等我们把血补上来再打他。走位没走掉，再吃一瓶药，我等级比他高。吃我一 Q， 没触发电刑，少摸了一下。哎呦，追风放的有点，还真有点准，还要摸我，还要摸我，这个人好过分，我比他高一级，他压着我打，真是没吃过亏。好，可以，你不怕我打野抓你是吧？来塔，好的，我队友来了，你他死了，他肯定死了，你看你不死你往哪儿跑？你告诉我，你不死你往哪儿跑？知道错了吧？没用了，兄弟，来不及了。WEQ 准备就绪，抢个人头。哎呀，没抢到，没 K 到。他这么打不被我打野抓吗？对不对？视野也不做，疯狂压我，把我当傻瓜打。15刀。我们是该凶的时候凶，不该凶的时候就怂，对吧？他这个太无脑了，买一个长剑吧，不买药了。我没有带药水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轻易上前补刀。我一旦被他血量打下去，我又得回家，那我就亏了。所以我现在先猥琐一点啊，等我到6，配上点燃一波，把他打死。打不死也要把他打回家，我消耗他就行。虽然我装备比他好，但我不会那么激进。你太不低调了，兄弟。你说他还敢摸我？他还敢摸我？你不痛吗？你再穿。没有带药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太激进，耗他。慢慢消耗他，把他两瓶药打掉，或者抢个6。我等级是肯定比他高的，我先6。哎呦，你真的是不痛不痛？你告诉我，我这个装备你还上来打我？我不会追他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打野在哪儿。他这样他又要死，我队友又来了，你还不走？他走了，他知道低调了，他知道做视野了。我马上6了。我6他必死，他是没有闪的，他闪现差不多跟我一起交的，他打了一技团啊，他比我快，上来再给他一套，他马上又要 E 上来，我马上6了，我 A 兵了，好，我马上6了，兄弟，你跑你跑你怎么跑你怎么跑你哎你怎么跑你怎么跑，你这个怎么跑，一套秒掉，哎。140多的攻击，这里有个蓝 buff，
140多的攻击还在穿甲，这谁顶得住？可以，他们崩了，我吃一波塔皮吧。我其实可以再杀他一波，这个塔皮我吃不到，我溜了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好死了！哇，这三个手里剑全部打中，看到没有？他几乎是个满血的，被我两个影子加真身的手里剑全部打中，直接秒掉，满血直接 boss， 太痛了。好，吃波塔皮回家。他现在知道我的伤害有多高了。回家了，回来，我还想再摊一波，哎，算了，这波有炮车，还是回吧。这摊的话可能会被他留下，买兵，带个针眼 ，OK， 无敌，才7分钟，我默认了。这波三标全中是我们也想到的，我以为只能打中两标。我现在伤害太高了，我甚至不需要大招我都可以秒他。你看他还在穿，你还在穿。好，来，你吹风 ，A 我一下，两下电刑，好溜。他给我点燃了，你给我点燃，我也不怕你啊。我队友来了，这么说，不用追，不要追啊、哦。我们现在不要追，没有能量，没有视野，不追。你为什么就胆子会这么大呢？啊，吃了这么多手亏。还要这么调皮？你再上来，我先让他一波，我大招好了再说。等大招好了，我现在没有必要跟他硬打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不值钱。我不跟你打，哎，我不打，我队友来了。好，大招马上好，还差一点点，他是死了，我抢一个蓝红蓝 buff， 好吧？舒服，三波。作为一个杰 K 头没问题，对吧？你别看我这么一点血，我能秒你。大招，你往哪跑？你死不死啊？你死不死？有道我是不许他的，闪也不行啊！回家，再吃波塔。哎，算了，塔皮不吃。回家，回家。哎，感谢福亮亮的荣耀皇冠，谢谢。再来一个这个，来个鞋子，把这个卖了，买这个。什么？老朴来了？嗯，我手机呢？这么早吗？他今天哪里有啊？他没有发消息，难道是那个？这个手机。有，耶！老朴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现在正在，我这边很激烈。什么叫不刷礼物看不见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打游戏比较注意力比较集中而已。来了。他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七级？你那放弃治疗？哎，穿来穿去，七级打我九级，我有红蓝 buff。这个人已经放弃治疗了，他不想玩了。干机关儿，干机关儿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在干什么的意思？这应该是干什么？他已经放弃了。哟，他又播了。喂，
怎么今天这么早啊？啊啊，好的好的，怎么说准备？好好好好，我这盘打完啊，我正在游戏中，一个一个啊啊啊，你们先耍一下啊啊啊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需要雕的一发言了，这把马上结束啊！我觉得他们可以投了，十五投了。这个亚说，虽然他心态崩了，但还是坚持在玩，我欣赏他。哟，人呢？没有大招，他没有大招，他没有大招。好 ，A J E A 回，他死了。你想换我？不存，不存在的，好不好？我溜了，拜拜。我超神了。我就站这里，你敢过来吗？你敢冲塔吗？你敢不敢冲塔？好，他死了，他会被我风筝哟。这个放的，这个挡的可以哦，这个挡的可以。我走了，因为他是不怕死哦。我点燃马上好了，你没招了吧？我点燃马上好了。好，他要死了。他下波E他就要死，他敢E他就死。好，他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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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刚刚好，哈哈，不给他换我的机会。好，再收一波回家。他们打野在下，没事啊，没有抓我，顺便把他一血塔拿了。回喽，上路不见了。哇，这好肥啊，三千块，三千块。我觉得他们可以投啊，这盘可以投，没必要坚持下去，不可能翻盘了。这个是录播吗？是不是录播？你送个飞机检测一下，看看主播会不会感谢你。感谢 EATCOO 的飞荣耀皇冠，谢谢。感谢蛋糕的大飞机，谢谢蛋糕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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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。什么叫骗飞机？我这个怎么叫骗飞机呢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想知道这个主播是不是录播？你送个礼物不就知道了吗？对吧？他录播他感谢不了你。鬼刀留着大招杀他。不需要交闪，没必要。这个亚索的求生欲望还很强，虽然他已经崩得不成样子了，但是他的求生欲望还是很强。我下路发一局，虽然我们优势很大，但推他们塔不好推啊，单带。打起来了，我来了，出不出来？好的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还有大，有说法，
大招，修一个，再杀一个 ，boss 一个，然后这波没关系，我有 W 两段，这个位置不太能跑下去。哎，哎呀，这里可以走吗？小兵来了，哎呀，少看了一眼小地图很烦，不然我跑掉了，我往这里走他追不到我的。亏了亏了亏了，白交个闪现死了，没注意我的小兵来了，对面还挺顽强的啊、哦、还挺顽强，还挺顽强，帮我复仇。小兵会打什么？小兵怎么打我？小兵在打我的小兵，他们小兵在打我的小兵，怎么会打我呢？我又没有打他们的英雄，他不会打我的，他也不会打我的，肯定跑了呀！我往那边走，肯定跑了呀！继续单带，虽然我现在无敌，但我也不会去打团，因为打团并不是那么无敌，我单带却是无敌的。大招，他已经死了，你别看他还有，我好像有点太自信了，我有点盲目的自信了。其实我再跟他一下他就死了，但我没有跟，手里剑没打中啊，不是，是没能量，第一波手里剑打中了，杀不杀掉他无所谓的，杀他不是重点，知道吧，推他的塔才是重点，这是一个推塔游戏，并不是一个杀人游戏，杀人多没什么用，狼人杀才是杀人游戏，等我们去玩狼人杀啊。刁德一的推理思维非常的清晰，推理逻辑很强，但是刁德一的记性并不是很好，老是记不住。我就赖着下路啊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就赖在下面，来人了，你九级，你守我是守不住的呀，虽然你有大，等我，你看调皮，他觉得好像他有大他就死不了，其实他搞不清楚，来你再向我，你再用一打我你就死了，我这把是有能量的，也是有技能的，你敢打我吗？你试试看啊，你打我就跑，用我那跑，用我那跑，大招给上我回来，你怎么办？手里剑拖不死哟，还是有点能扛，说实话艾克是真的有点能扛。行，我们回家一波偷袭，对不起没有能量，我靠，刚能量没好的，知道吧，哎呀，能量差了一点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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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这个蓝 buff、好像我的队友需要我，我来了，鬼刀一开，我感觉这波我要四杀，我感觉我是要四杀，
全部跑，你们往哪儿跑？你们往哪儿跑？都得死。好，等一手能量，你懂的。哟，哟，还有闪，这样我射杀不了了呀。哟，没事，我的 W 马上好了。缓速，他没闪的，他闪刚才交了，我杀他的时候他交了，他下一个 E 还有一会儿，我的鬼刀马上好了，我的鬼刀好了，我可以风筝他，我可以勾引他，我可以戏耍他，我可以开鬼刀。哎，我又来了。哎哎，他怎么不打我呀？这个人好怂啊！我大招马上好了，他在草丛里面吧，我勾引他一下，我觉得他没有走。他走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有逮到，嘿嘿，哎嘿，哎嘿，秒掉，你打不出来，我带灭魂劫的伤害，我还有大，我不回家，我浪起来了，我感觉我还能再杀，这个亚索死了，他看我残血，他肯定要杀我，但是他根本招架不住我的一套。先下手为强，我还有大，我还有大，哦，吐他门牙，哦，你别靠近我，靠近我我就能杀你，大招，没事，帝王大炮，帝王大炮，帝王，那你往哪跑？双杀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小强，有点小强，不太猛了。我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是时候挂机了。讲道理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毅力了，但是这个的确赢不了，好吧？感谢 TIMMGY 的打飞机，谢谢。嗯嗯。什么叫打他智齿？什么叫打他智齿？啊？